嗨。哦。哇，好漂亮哦，有一个爱心。大家好，我是杰克三千，今天要跟陈家以及新家去香港玩 ，Let's go。这里是候机室，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喽。已经落地香港喽。所以你带了新娘宝，这个是新娘宝，这个是牛牛。我的天哪！我们正在前往香港市区的路上。到香港咯。在找路的人们。我们现在来喝的是位于天星小轮旁边的阿拉比卡咖啡。然后哦，好漂亮哦，有一个爱心，一定要这样是不是？一定要拍着打卡。好喝吗？好喝吗？还可以，不错了。所以这是天星小轮哦。对，天星。我们要搭乘天星小轮前往港岛。天星小轮上看出去的风景相当不错。拜。好，拍照拍照拍照。这是中环的苹果旗舰店，对，是这个，是这个，是这个，要吗？哇！我们就在这一刻，有人失踪，最后一刻冲出去，把大家全部都抛下了。要发个消息。他说铜锣湾。啊，铜锣湾。哎，哇，好巧，好巧，怎么这么巧啊？好巧哦。好巧。到了，百乐潮州菜。哦。耶。梅干扣肉。哇，它这也是一夹就断掉了，这么嫩。鹅肝卤水，确定是潮州菜，菜脯蛋。不要再讲了，等下学姐生气。菜脯蛋。菜脯蛋是为了新厦门。这上汤菠菜是不是？上汤菠菜。并不是潮州食的。川味炸子鸡。川菜。牛肉炒河粉哦。河粉，潮州的海鲜粥，梅子乌鱼，乌鱼是这个时候的季的鱼，潮州炒饭，哇，它这有一层像蛋一样蛋丝。所以我们今天吃了那个台式的这个菜脯蛋。台式菜脯蛋。台式的这个炒炸鸡。台式炸鸡。扬州的炒饭。扬州炒饭。然后这个东南亚的沙爹。沙爹。然后这个广州的上汤。上汤。菠菜。对。台南的。这个台南的炸鸡。台南的海鲜粥。然后桃园的梅干扣肉。
只有你潮州卤水是被鉴定，拜托。我看你吃香，看出来比吃香率还多。接着我们看看港岛热闹的街景，铜锣湾的 Apple， 这叫金钟廊，对，之前有走过吗？往尖沙咀。香港最美的景色当然还是维多利亚港的夜景，第一天的内容就是这些，感谢您的收看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才不会错过下一集哦。我用视频写日记，我是杰克三千，我们下次见。